哎呦我，你们好，我有麦。你好，玩吗玩吗？我想玩，你们带我吗？啊，不是你带我们仨吗？那带你们仨吃鸡那是肯定的，我这不是怕你们给我踢出队伍吗？那就是想让我踢掉你，好嘞。哎呦我的妈！嘿，我这个暴脾气！这几个妹子说话声挺可爱的，心倒挺狠呐。我就一直吃你队伍，别让我进去。你们三个老娘们，你踢我干啥呀？你不是不想跟我们玩吗？我想啊，我太想了，我梦寐以求就是进到三个大腿的队伍。哎，太了，我以为他不想跟我玩。哎呦，观众朋友们，这声音，哎呦，你，我们去哪儿啊？这不是跟你跳吗，姐妹？哦的，记个啊。啊？那你咱要去哪儿？你们说地方吧，我都行，你们说。我们想稳一点，稳一点，我们去机场。行，我看行，我就信你。咱们下面有一队，管他有没有一队呢，这就是飞行器把我绑在天上了。这我要能自由飞翔，我骑他们脖子上给他们全坐死到天上。我就信你，好吧。哎呦哇，这笑声，观众朋友们，我恋爱了。哎呦，妹妹们，这把说啥都得吃鸡啊。看哥的，我就信你，一打四，一打四，就凭你们仨在这儿，这性感的声音，我能打20个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们就给你喊牛逼就完事儿了。对，给你拉个横幅，静观皆坐，看我表演好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啊，这波转车很细，无敌细。这波撞车。尔等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满血属于我们欺负人了，必须得有点残缺，这样才公平。别着急下车，进去绕一圈看有没有人。有人。哎，完了，车不受控制来，哎，跑，又来车了。我车来了，好家伙！藏起来。停了，藏。四号，你这能藏住人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四号，你那能藏住人吗？四号，你那能藏住人吗？你那不一打就给你干死了？你这能藏人吗？你干啥？我告诉你，这不能藏人了呀！我就信你，我把枪都还给你。我干！唉，幸亏我有一技傍身，才能救下这女娃的性命。走了，你先走。没有事儿啊，有哥在也不用怕。咱们可相信你，我保你们，谁也动不了你们，就这么狠。拽呀！哎呦，兄弟们，我要飘了！这仨妹子也太好了吧？你们三个为什么都这么可爱呀、啊？有单身的吗？都单身，吓死，没一个有对象。我去，你们三个是不是巨丑无比啊？我们怎么说，我们是走还是在这干？都行，看你。你们想打我就打，你们想走我就走，我无所谓的。咱们在这蹲一会儿吧。行，观察一波。可以。我看到了一个人。小心有狙啊。哦。打一个集装箱，小恐龙去救他了。嗯，去救我们也没办法，小恐龙我们也救吧，互相救吧。对，让他救，能打倒他第一次就能打倒他第二次，对吗，妹子？是的，那他就能打倒到第二次，不漏了，你已经被打。你多少有点长他人士气，灭咱自己威风了啊、哦！刚把士气提起来，让你一次灭了。对，闭嘴。打一个，牛逼！小恐龙倒了。走，牛逼，可以上，幻影迷踪步跑，好了，二号后面，就完了，牛逼，不要害怕，妹子，哥就在高处默默守护着你。如果你有危险，我就出手相救；如果你相安无事，我就给你加油鼓劲儿。有我在，你们什么都不要怕。不要害怕，相信他。太可爱了，你们一说话，我整个的心都酥了，顶不住了呀！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了？我受不了了。那我们不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受不了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是好的，走吧 ，Let's go。变。哦、oh. ，
不干，还换了一个，吓我一跳。必须得变呀，各种变。姐妹们这么热情，我必须把我全部掏出来给你们。就信你，好姐妹。你们多大了？成年了吗？妈呀，这个桥应该是有人堵吧？这个桥，来啊，各位妹子，举起枪啊，小心有人。警戒。没人，吓死，根本不敢露头。姑娘们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新车技，好吧？这根本就没有人堵得着我，看见没有？从这儿走，喊不喊？溜不溜？帅不帅？哎呦我去！完了！快进！快！妹子，我一定会为你复仇的。东北傻屌王，钢枪我最强。我是陈大白，性感的男孩。躲！看看，真正的钢枪手就是可以跟狙击手抗衡躲，因为我可以用身法躲掉他们狙击我的子弹。躲！气死你！气你一身老白毛，打不着！哎！右边有人！不行，在这趴着他还能打到我。妹，这样你就打不着了吧？想杀我？蹲在这打药。哎，不行，左边说不定能打到我。进厕所，来，快！啊！我进！哎呦我的妈！完了，我感觉要过来了。没听到，有车停楼下。我妈说过，女人可以慌，但是我不行，我必须得想一想该怎么打才能扭转战局。听到女队友的惨叫，我心痛啊，我痛啊，小宝贝儿，我痛啊，我直接就给你送走。我都要哭，我不可能。哎呦！完了，他们应该是要发起总攻了。冷静，不慌，沉稳。好，来干，补两枪，听脚步，队友上来了，从这绕出去，没事儿。哎，给他补掉，他队友在追我，直接下楼。不慌，听脚步，好，下来，回头打。听，右边在窗口有一个人，我现在必须翻到这个位置去保一手自己。没有药，看到三号躺在那里，一点一点减少的血量，痛在我心。那没办法，还有两个人，楼顶上一个，在左边的窗台上也阴着一个人呢。我去救队友，我必死。没药了，我。我丢了个急救包，但是你还能捡回来。是啊，嘘，刚才我偷偷下楼舔了个包，我在这偷摸打个药啊。停，在我右上角在蹭呢。嘘，这颗手雷，我给你屎都给你炸出来！哎呦我的妈！吓死这个雷！哎，我窗口有人。最后一个人，在这个石头这里，妹妹们看好啊！什么叫做手雷之神？这颗雷给我死！哎呦！你躲过了雷，这个火呢？我烫死你个死猪！哎，我什么呀？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怎么什么都扔不出去呀？我他妈心态！这是啥呀？